众啊、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，福鼠万事安，欢祝大家万事平安。恭喜新年快乐，你也说新年快乐哦，新年快乐，恭喜谢谢。我还会有跟阿姨同领的恭喜，希望他们讲同步。我觉得好好做事，为民众做事最重要，好好努力打拼。想安排这些票其实从礼拜六开票结果出来，礼拜天一早开始我就一直在卸票，一直持续不间断，一直到现在。那一直到过年前，甚至过完年假之后，我陆陆续续都还是在安排卸票的行程。那我想，运动昨天的人潮吓到吗？运动是非常优秀哦。其实我们本来就认识，而且我们也有共同的朋友，所以他很多很好的建议。还有相关的证件啊，我想未来可以共同来协助他帮忙推动。最重要的啊，大家与其讨论接下来的人选，更重要是整个决策的方式，怎么样能够提出更让民众有感、更贴近民意的相关论述，以及很多方面我们都必须要进行相关的改造。不管是基层组织、吸纳人才、广纳年轻人等等，我想这些都是必须要全面通盘来检讨、反省以及来改造的。那你有想过自己可能可以来扮演这个旧党的年轻世代角色吗？目前我并没有规划要参选党主席，但是党的改造工程我绝不缺席。那市长的部分呢？现阶段我就是专心扮演好强力监督政府在野党立委的角色。你先来高山，你最小号的，高山，请你替我广叹吉啊！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好，努力。